错位，五秒钟了，可以攻了。打胡金秋，劳森外线三分，中了，三分命中，只给广厦留下了2.1秒的时间。嗯，啪啪打脸，这个时候如果是莫泰，没有这球了。这手无论如何你也不能上莫泰，对，你的外线都有一控球了。因为最后一回合甭管小外援，对，哇，劳森啊，确实体现了 NBA 准全明星的这个水准。对，俩三分，第四节劳森得多少分啊？三个钟头两个三分。其实啊，咱们的马后炮啊，我们很多球迷说解说马后炮，解说肯定就是本来就是马后炮。是，其实呢，以山东队其他队员在之前的投射表现，福特森过来加劳森，你就算球趴。